1000个小时的话，应该在3000个小时左右。因为光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就练了700个小时。我给他算的嘛，因为每天大概在6小时左右。开学之后，平常每天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那你平时觉得练琴苦不苦呀？一点点。为什么？练琴好玩儿。有没有弹到不想弹琴的时候？不会，我只会弹，但是我会坚持。为什么要坚持？因为妈妈对我说一句话，坚持才是胜利。我提出3条对他的人生建议，就是努力、认真、坚强。你觉得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呀？其实音乐是我梦想中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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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的梦想。